男性吴建和因在影集《爱爱内涵光》中饰演同志角色，入围了金钟奖迷你剧男配角。近期出演的新作《今夜一起为爱鼓掌》又演出男男恋，连续饰演同志角色，他近日在社群分享了过往饰演直男角色的剧照，并写道：“只是想说发点什么，把形象拉回来一点，掰直一点。”他举动引发网友不满，被批评带有歧视意味，认为他在暗示饰演同志角色导致形象偏离，很算他格局小，也建议他未来不要再接演类似角色。面对外界的批评，吴建和亲自发文道歉，并表示自己原本只是想轻松幽默一下，没想到引发了误会，让部分人感到不适。他进一步澄清，自己选择角色时性倾向从来不是考量范围，完全是被故事与角色本身吸引。最后他再次表达歉意，承诺以后会更加谨慎发言。